海鲜汤米粉的所有食材，冷锅冷油，虾子去除肠泥，下锅煎香，等待虾子煎上色，翻面煎至两面上色，先起锅备用。将中卷下锅炒上色，先起锅备用。葱白下锅爆香，倒入800cc 高汤，倒入喜欢的配料，煮滚后放入100克米粉，放入煎好备用的虾子，放入煎好的中卷，放入青菜及豆芽菜，加入1小匙盐，将青菜稍微压下烫熟，将汤汁煮滚，撒上葱花及芹菜末，加上1小匙胡椒粉，加上适量的油葱酥，煮滚后就完成咯。